Hello，巧克力现在呢是要开始铺我的床了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在车里面睡。那我现在把我所有装备全部给它捯饬一下，把床铺上，把东西整理出来，看一下所有的东西应该怎么放。来吧，开始整理。好啦，我现在这边东西呢是有点乱，所有的全部都放出来了。那我现在需要来把床给支撑上。现在呢，我要开始铺我的被套。只是第一次铺可能会麻烦一点，到后期的话就都好了，因为我不用再拆它。铺一次，永久不拆，除非遇到叔叔，他要检查我车的时候。没办法。现在呢，我这座椅下面是有非常大一块空间，我可以把这里面塞满东西，然后这下面可以塞满东西。好啦，现在我的床铺呢是完全收拾出来了，然后这些东西全部堆一边，我的床这么宽，然后加上睡袋，其他前面呢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下面这些东西堆了一下。这边都是空的。位置还很大，那现在就是这一包东西，我需要给它扔到顶上，还有就是这一个桌椅放到顶上去，就完事了。好了，现在我的床车呢是收拾完毕，我现在就需要把这两大袋放到顶上去，看一下我如何。把它扛上去吧，一二明天再来一根大绳子，从这里再把它绑一下就好了，这样它还会跑。到时候拿绳子从这里面穿一下，固定住就好了。好吧，你们俩就乖乖待在上面吧。